盈盈，你敢困啊？我会当入去无？我未困啊，爸你来啊。你嘛伫个哦？啊，你两个是做伙对民宿回来？民宿？啊，什么民宿？啊，就咱头拄仔去的一间民宿啊。我的确是讲，已经是旅馆啦。我拄则一时无反应过来。哦，爸爸提小牛奶来给你啦，啉了哦会较好困。爸，我就是讲你即马醒来，敢若有迄个汪依林，早就无爱关心我啊。你莫惊哦，永远拢是我的亲人，嘛是我这世人的责任。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拢袂改变。责任哦，咪是用嘴讲讲的就好啊啦。啊，你把所有的财产拢给汪依林，你是要欠啥来请我囝？就算讲你无替我想，你嘛要替莹莹想啊。敢讲你甲恁爸拢同款，是重男轻女哦？我都讲过啊，我会把财产信托给依林，那是因为恁爸一直在针对伊，我只好用我家己的方式来保护伊啊。不管安怎，恁同款是母家的媳妇甲子孙，恁应该有的权利，一点仔拢未有影响，所以恁的反应嘛，莫这么大。就算讲你心内真正是安尼想的，啊，不过恁爸嘞？伊一直讲，只要汪依林回来另做归宗，伊要甲不归的不甲弄好伊，这你嘛有听到啊？你是要哪保证莹莹的权利啊？我知影恁可能永远都无多接受依林，我嘛袂勉强恁啦。啊，不过我会当甲恁保证，只要不甲的人有诶，恁一杠二拢袂减。就算爱我去找阮爸冤家，我嘛一定会替恁争取到底。这是我目前哦，唯一想会到的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你若无去接受，我嘛无法度。爸，你真正是……咦，既然恁爸都安尼甲你挂保证啊，这件代志哦，就到这就好啊，免阁讲啊。惠弟，咱的意见哦，伊嘛无当作一回事啦。啊，唔过我……不然哪呢？我无叫了恁母仔囝开讲啦，我先来找恁较早困。吴新泰，你的保证对我来讲一点仔拢无价值啦，我已经为着你浪费我二十几年的青春，有够。从今以后，我袂阁戆戆等你施舍。我甲伊应该提，我家己会清楚。好啊啦，时间无早，你较早休困。哎，对啊，妈，你拄只是安怎爱我配合你讲，我甲你去民宿啊？刚讲你有啥物代志隐瞒吧？啊，我哪有隐瞒啥啦？啊，就是因为恁爸一直要甲遐个财产哦，拢给汪依林。我心情无好啊，我就一个人走去民宿，想要冷静一下。谁知影恁爸会走来，讲要陪我饮酒，啊，我就无想要看到伊，我就替你做借口，把伊赶走啊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哎呀，好啦，爸，你今日唔食醉，莫搁饮啊。今仔日哦。是我这三十几年来哦，上欢喜的一天啦！啊，你多喝点茶，够开啦！上欢喜的一天，嗯，啊，不是我考调台海讲了，还无同款啦！今仔日哦，我总算将我心肝内的石头放落来啦，我是轻松哦，我够欢喜，啊，这所有的亏欠、补欠哦，我拢无啊！爸是在讲啥？伊对谁有亏欠？
伊搁咧欢喜啥？今仔日发生较特别的代志，就只有当的令吴静玉做客查某囝尔。哎呦，我看你找借口，想要叫我这后生饮酒对哇？真不是嘞，我也是真正欢喜啦，你唔知啦。我知，你是笑花脸盆，这当的欢喜，今仔日饮一个客查某囝对哇？啊！你名内底有一个中字，欸，你对党员有影足死忠呢？人认客查某囝，啊，你对伊欢喜安尼？唔那安尼啦，欸，只是小姐而已。啊，伊安怎？唔着继续讲。咱爸仔囝有啥物代志袂当讲的？啊，你有代志欢喜，你嘛讲出来，我会当做你做伙欢喜啊。爸，不管是什么天大地大的代志，我是你的后生，我永远拢徛在你这边。那无你安尼一个人偷偷暗中，你是着内伤哦。无啦，这个代志哦，牵连太大了，我自然哦顾虑啦。啊，而且哦，要哪讲，这我家己要的啦。进前哦。当下我叫我偷偷去见一个人啦，啊，迄个人哦，甲三十多年前迄场车祸有关系。敢是副党的迄场车祸？迄个时阵哦，我受重伤啦，啊，在我还未完全失去意识之前哦，我是看到陈忠信甲副党的迄细汉查囝跑走了，我伫遐想啊。啊，敢袂是？哎，爸，这个秘密竟然藏这久，敢袂是吴静玉静静，伊是陈忠信的客查某囝，所以你才安尼用。而且我对党啊，遐尼侪年啊，啊党的哦，真狠的，对一个外人遮尼啊好，这几件代志斗斗起来。我们家有讲哦，这静玉小姐真有可能是当年党的这种铁血汉查囝。啊，若无是安怎？啊，党的哦，会把团家的囡仔给伊。哎呦，啊，明明是静玉小姐的啊。这哦，你肯定想看的就好，知无？我知了。嗯阿公顶下讲，可能改变计是你，所以你就看袂起阮这帮心。你甲我点去，哪会当对阿妈你讲话啊？我牵拖对计是你遐去，你无甲代志闹大，你是唔甘愿？阿公阿妈，讲安怎就是安怎，做事事莫伫遐硬吹硬挤。阿公阿妈糊涂，我嘛爱顺人心。阿妈咧用尽心机，才予阿公拍算换计是你啦。今摆咧。害我感觉咧受委屈，伫个这厝内底无地位，搁人欺负，你拢会唔讲哦？你好啊好啊好啊！莹莹，好啊啦，你莫搁讲啊啦！莹莹啊，我哪有伤害恁母仔囝啦？阿嬷是啥物款人，你敢唔知？刚刚我对你的疼惜还搁无够，你听我，你面头前对我笑笑。后壁煞拄我一刀啦，我敢唔知？你哪当对阿妈你讲话啊？你不是？爸，阿公，阿公，爸要拍我。你是安怎？把财产给外口的苏行主，找我爸回来给伊领情。是拄则莹莹讲话哦，你是大无大无小。我才会甲管教。我是唔知影因讲啥，你也是大无欢喜。啊，不过因管怎无挣扎，嘛比袂过你外口遐苏心珠。你遐王一林，这伫家风即几个时代，生几啊嘴皮，
还阁将财产拢给伊。你这个做爸爸的，敢会伤过双标啊？真个啊，这件代志辉宏已经在处理啊，伊绝对袂让伊凌乱来啦。真个，无心态，把财产信托用伊凌，这个代志你有啥物看法？我有在处理啦，也不过这嘛是阮母家的代志，我敢有义务甲你报告。林母家这个无心态，敢不是我囝婿？伊把财产信托外口苏新珠，来咧阮查某囝查某孙的，因化心态暗塞，爸爸化你三十年啊，啊无是咧化空气，化败位咧化心酸的心。我袂好心态，我袂来啦。也毋过，你嘛免讲到安尼啊。你是母家的大家长，你不准，伊感觉很苦。有诶吼，工厂的生意已经是头铁落啊，无细尾呢。也毋过无心态，互王玉玲租金，互伊踮外口红诶人，做鸡蛋卖地。死狗，这更长的钱赚袂着，你是变怎买？你敢赔起？这我拢知啦，免你一直讲。也不过你安尼亲门大户来给我呛声，阁想要教我安怎教囝，安尼敢袂收超过啊？这感谢着这么大力气，我即马有闲才会教你。那是等到我无闲时阵，我就直接替你管教后生啊！无你是心要哪管？你管一下我看卖下啊！那要到迄地步啦，我这个人哦。嘛不是这样，也无讲道理。两条路给你选。第一，无信贷随处消信托，顶家王一林够好，卖回店外口红诶人，大家都当作无这回事。第二，林太子，公定的心意，武山集团以后不准搁插旗啊。为着恁本来就是半路出家啊，啊！来我手头的资金吞下落一条，啊！这个王玉玲都唔通怪我出手，将这个洞洞的石头刷走。你敢？原本这个王玉玲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洞洞石。一卡，再当个打鬼啊！不过你所讲财产拢给伊，好一些，变成一根正哩大个石头，我大，我踏袂开，我只要用我家一本，我就会刷走。所以，有时讲伊那是狠心吹鼓，总是拜你第一名。